我是杰哥，今天呢要来开箱这支产品木耳黄瓜泥白净修护冻膜，讲讲它的用途是改善肌肤干燥暗沉、毛孔缩小、零毛孔瘤。好，很无聊的梗，打开，这样子一罐，它前面做成这样子，它做的很像酸椒，哎，钻石亮晶晶，是黄瓜，哎，马上用在脸试试看。最近工作比较忙，长很多痘痘啊，这边呢有一些痘疤，然后暗沉，赶快用它来急救一下。厚敷其实是最好的。可以问一下，这绿绿的一颗一颗是什么吗？维他命 E， 抗氧化的。10分钟之后，仔细的看一下，差超多的啦！我的妈，透亮有没有？而且毛孔也变得比较细致，试验更黑的部分，脖子差一半，这一半是有的。可以看到我的差异吗？这也差太多了吧！瞬间薄纹变比较浅，变比较嫩，这边就是很像那个黑黑粗粗的，好多、哦。更黑的手肘，因为我平常都是这样打电动，用滑鼠啊，我的皮肤这边非常粗糙又很黑。各位上班族妹子，赶快把你的右手拿起来看一下，是不是滑抹多一点？原本比较粗糙黑黑的手肘，有比较变嫩了呢，这边有变亮一点点，对不对？其实真的还不错用了，重点它是 MIT 制造，有了它，你再也不用修图喽。谢谢，拜拜。